还行，已经很成功了这对线。就哪怕他把这个疾跑闪现都交了，他们没血了，打后续团战是比较好的。我没个毛队友，他我搞不懂我当时为什么不开，知道吧？他很多时候的判断。给我点没用的，什么？他俩前面痛苦很正常。其实到后面已经无所谓了，因为后面都是。我还点民族了，我受不了了。这些人越打越气急败坏，我倒是一直没变。立刻，马上！你是一点眼睛不长，我跟你讲，你是一点眼睛不长，你别走。关键关键，这种情况 R5 个还是有用的， R5 个还是有用的。主要是那种团战已经很难打了，知道吧？已经很难打了。但你要说我没 R 中，那我不认得。你个狗东西，别走啊！就你他妈觉得主播啊，为什么没R中啊？是要指望他的，知道吧？是要指望他的。但是也无所谓的，一把游戏而已。下一次就那个了。
什么情况？大招按不完吗？民族除了自己自身脆以外，阿西应该没有任何缺点，我觉得。啊，就这个版本，我觉得他应该已经六级了，经验怎么样都够六了。我记得西瓜好像确实是玩酒桶或者挖掘机的，哎，好恶心，看吧，被搞的。想都别想。感觉要死了，你知道吗？这八成他下车去 A 那下，我就感觉他要被带了。哎，那小塔，我操！你哥们，你这也是你顶的，逆天！我跟你们讲，就这种组合，就这种组合，我不把对面压烂，直接喷我，好吧，直接喷我。到五代里面嘛，我还特意绕了个身位的。要闪了，不然不可能一刀 Q 到我。还行啊。
妈的，难道我们 Q 小兵的牛逼？啊，100% Q 的小兵，我看到的。我他妈这。感觉我也得补一个。人人都指望着我，我不能让他们失望。换个位置，谁也抓不到我，除了我姨妈。啊，我干什么都躲不过她。现在我可以在尸体旁边打滚了。
老子还在 C， 我妈的，真他妈只有一家猫存在 C。还好这把选了个猫咪，这样我有保障。牛逼！要闪就算了，不是鬼爷爷，你干嘛？打不需要你不？不需要你，你滚！Thank you.